冠军定冠军，忐忑不安嘅心情。有冇准备过先？冇准备过，系咪谂住攞第一先？我谂住翻到嚟得噶。好啦，好高興啊！今日咧，終於可以咧舉辦翻我哋嘅周年長跑日嚇。即係頭先講啦，我哋咧已經係五年冇舉辦啦，因為疫情啊，亦都有之前有啲天雨嘅關係。咁今日好開心可以重新舉辦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啦，長跑日係我英華嘅傳統啊。希望透過長跑日咧鍛鍊身體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咧鍛鍊大家嘅意志。因為咧呢一個嘅長跑咧係我哋全校同學一齊參與，希望大家今日咧活動咧都係玩得開心，亦都能夠咧盡你嘅能力完成咗個賽事，為自己嘅社爭光。今日認真跑步，今日好期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咁完成呢個長跑日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多謝下
舉辦呢個活動啦。疫情咁多年都冇舉辦咁耐啊，所以今年係四年嚟第一次，覺得好精彩。呢個最正活動啊！我哋希望大家可以盡全力跑好佢啊，揮灑熱情嘅汗水啊！